这是梁战黑鹰队独特的一个为自己加油的方式。我们觉得这么有特殊意义的一场比赛，在灌篮三当中，我们想请我们的经理人邓伦来为我们的小球员来进行跳球的一个仪式，好不好？掌声有请我们经理人邓伦。比赛开始，谢谢我们的经理人邓伦。这球希望之星队跳球之后直接两分拿到，2-0。我们来看看梁山黑鹰队场上他们身穿球衣的号码，也代表他们所喜欢和代表的名称。看看这边拉力惹中距离，这个在这下欧文惹，欧文惹展示自己强大的过人能力。而这边希望的鹰队又获得一个快攻的机会，高纯义这边再上两分，4-0。来，梁山黑鹰队，你们就像一群骄傲的雄鹰一样，加油加油，走啊！这是他们的核心球员，是一号欧文热。这下想传到内线，希望这是13-5抢断，漂亮，暂停，而且非常自信做了一个背后的收球。这下传球失误，被对方再次断掉，又是欧文惹，这次欧洲步。欧洲步还要传球了吗？这么快把晶爷的招全学了。杨家这边有而这边希望鹰队的进攻篮下，好球！哇，这个13号真的是太高了，张博文 ，Let's go, Let's go！ 24号能传中 24， Kobe I foul， 太过分了！好，可以跳吗？24号，科比热罚球，哎呦，掌声鼓励一下各位。第二发命中来自科比热，现在6-3，希望之星队蓝色球衣这边0-1。这球篮下真的是高度就代表了篮板球的基本的能力。那这边梁山黑鹰队反击，没碰。3号，看看这边篮下的进攻，再回来。5-1，这哥们真是一快递员，拿球的往前跑，拿球往前跑。加罚，加油，欧文 ，Kerry Irving， 拉开，欧文热，拉开到一侧，大概给到底线中距离。篮板球，又是欧文热，11号，哇哦，撤步出手，还能拿篮板，给到24号科比，科比热，哇哦，科比热，哇哦，太好了，科比啊，我有点咬衣服，科比。现在5-8，这边希望鹰队打过来，高举高打，篮下，好球！犯规！罚球命中。现在5-9，梁山黑鹰落后4分。这边科比热，还是要给核心球员，欧文热。这次好的，找到自己队友。这球充分展示了梁山黑鹰队的配合。不愧是核心球员。你看到了吗？
刚才欧文热给到拉力热的一记传球助攻，十一号欧文热犯规。好防好防好防，没问题，好防。真的不要看平均身高比对方矮了将近10公分，但是就是这股劲，这连抱都抱不住，篮下打中。有点太乐干我的意思。防守对于梁家黑鹰来说是有点吃力，11比7。那么进攻上的这个方式、战术还有决心，让人惊叹。又是欧文热，这家科比热不断给他做掩护，交球回到欧文热的手上。哇，这个急停真的做得太棒了！篮下突进来，扫地平抢，球被希望之星断到。看看希望之星队反击，基地这次15号高成毅没有拿好。看看法瑞轩。法瑞轩面对林浩，这边突进来，上篮没有命中，梁家黑鹰队推反击。三号拉力热，看看自己下。投的短了一点点，没关系，没关系，回来防守。走步了，为什么要叫这么高的孩子跟他们打呀？都是12分，13比7，加油！欧文热，自己队员，看看撤步之后中距离，非常自信的做动作。我觉得很多时候，很多的成年人都不能像欧文热这样去勇敢自信的做一些篮球的技术动作。哇哦，场上最矮的个子科比热拿到篮板，往前冲，但是很冷静，他有一个大心脏，观察队友落位之后急停急起。欧文热找到空位队友，漂亮！比分9比13，梁家黑鹰落后4分。他们要没有这么高，真打不过了。主动的距离，我觉得他们在场上完全把他们自己都给展示出来了啊，甚至有很多让你想象不到的技巧。这下欧文热，哦，对方再次断掌，又是欧文热，这次欧洲步，哇！非常娴熟的胯下运球啊，突破变向，然后他们的传导球，他们的篮球意识是非常好的。我觉得这就是在这个年纪的小朋友，我觉得非常可贵的地方。两边交换场地之后，下半场比赛开始，